你好，欢迎收看《理想世界》，我是黄慧玲。台北儿童艺术节刚刚宣布了今年的节目，我们刚刚看到的是来自法国的肢体剧场大师跟一位喜剧才子的作品，叫做《公鸡》。哦哦哦，虽然作品名称很可爱，可是他没有故作可爱的台词，也没有很华丽的布景，可是他展现了高超的幽默。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儿艺节的总监刘丽婷来分享今年精彩的儿童艺术节。丽婷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刚刚其实是笑到快要不行。他这个作品叫做公鸡哦哦哦，那我们刚刚看到一个中年大叔在那边甩，他是在甩什么？他这个作品呢是默剧来着，就是他其实没有用太多的道具，然后就这样子的一个演员，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喜剧演员，加上一个也是音乐的音乐的演员，他会在就是演出过程中会演奏一些乐器，然后就会呈现一个非常你知道就是很开心，然后人家很容易欢笑的这样子一个节目。对，所以他其实也真的没有在手上也没有任何道具，没有，他就是用他的肢体。对，然后但是你可以想象他在做什么事情，是，而且他在做这个很认真的，我的想象当中他是一个什么一队的在操枪啊什么，然后丢上去之后他开始打电话。你会发现他非常认真的在做所有的事情，他非常正经八百在做所有事情，但是出来的效果会非常好。所以儿艺节在挑选节目上面为什么会选这个节目呢？当然我们的观众是儿童观众，是亲子观众，我们会希望说其实很多作品我们希望小朋友喜欢，大人也喜欢，对，所以并不是说只有一些可能题材或是他表演形式比较欢乐哈，然后比较感觉上比较接近小朋友的才叫儿童的一个表演艺术，对，那很多其实我们觉得好像是大人在看的吧，哈，这样子的一个艺术作品，其实小朋友也都会很喜欢，对，所以今年的节目其实应该说形态非常多种多元， 对，形态非常多元，然后它的表现形式也很多种，对，那公鸡就是今年一个等于是稍微比较大型一点，可以让大家很多观众都合家来观赏，然后看完可以很开心的，然后就大笑着回去的一个作品，对，而且爸妈可能还可以跟小朋友讨论他刚刚到底是在做什么，对，他到底在抛接什么。我想很多小朋友会一直问说他在干嘛，问他们爸爸妈妈说他在干嘛之类的。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的特色是什么？今年的主题呢叫做反转日常，看见看不见。对，那我们其实是希望说借由今年的节目让来参与的大小观众朋友们都可以有对自己的一个平常生活的一些习以为常事情有一种不同的想象。那今年的不管是在国内节目跟国外节目，售票节目里面我们有一部分呢是会跟童话有关系，那我们熟知的一些童话故事是有相关的，但是表演艺术的编剧啊导演啊这些艺术家们其实都不用我们在正常看这些童话故事的方式去呈现这些故事，他反而用了一些我们应该就是怎样都想象不到的吧，对，他们用了一些不一样的物件开始，或者是说他把很多的童话穿插在一起，然后去解构之后成为一个新的作品，对，所以售票节目的部分其实非常的有趣，大家如果对有一些童话故事有些印象的，进去可以看到很多的元素，所以就算你不知道也没关系，所以我们有一些作品包括我记得我之前看到一个作品是叫做异想安徒生，对，它是在一个长桌上，它蛮诗意的那样子的，可是它没有任何具体的剧情，对，它甚至主角演员也不是人，可不可以跟我们形容一下大概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演出形式？它就是进去之后大家会进剧场看到就是一个长桌，就是一个很大桌子，大概长是6米长这么长，那就是国外那种很流行的那种大家聚在一起 吃饭的那种长桌，这样上面会放那种水晶高脚杯，对，那上面其实它的确也放了很多的不同的物件，对，那观众进去没有座位站着看，对，观众进去没有座位，然后站着看，然后有两个演员会很像是那个就是你知道那个服务生哈，会邀请大家进去，然后就是站在那个桌边这样子来看这个节目，那所以这个节目有限制身高155公分，因为不然你就看不到桌子上面的东西，是那上面的东西都会出现，就会都会动，这是一个比较我们叫做装置剧场，
他在现场其实没有真的演员在演戏给你看，可是在桌上的这些物件他都会自己有一些动作，然后会有一些关联性，那这个东西都是其实你现场看到就会联想到一些东西，或许会联想到一些东西，或许你只是觉得很惊奇这样子的一个刀叉它会有不一样的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动作，那甚至在镜子里面会出现一些东西。丽婷可不可以具体举一个例子我简单讲一点点就好了透露一点点具体，透露一点点，它其中有一个镜子里面会出现有点像国王新衣这样子的一个影像。你是说会出现一个裸体男人吗？对，隐约会出现对，就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有一个镜子会出现一个影像那个影像呈现出来的是一个影像，但是这个影像会让你想到一些你曾经知道的故事所以他跟安徒生的故事，他是从安徒生的一些那个童话故事里面出发，但是你却看不到这些故事的内容跟情节，是，对，所以今年还蛮多作品，包括另外一个格林童话森林他用格林童话的有一些故事，像小红帽啊青蛙王子啊然后这些故事的角色好像都会在那个演出里面出现，但他们不会演起来，他们没有一个故事的情节，他并没有剧情，对他特别的去串接说这个故事，王子变成了青蛙，对 对, 對，青蛙王子，对，然后碰到了小红帽是会怎样？对 对, 對, 對，他其实没有去处理这个事情，反而是在演员的动作、肢体跟那些偶身上会有一些互动。说实在，它也是一个还蛮诗意的，就是我们对于就是它并没有一个就是完整的一个故事情节。对。那今年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比较像是这样，那我觉得这种作品它反而可以刺激很多观者的想象。对，因为它没有讲太多。对。对，它没有告诉你太多的事情，可是反而你在视觉跟听觉的一个接受过程中，你就会自己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但是因为爷爷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说奶奶已经去世的这个事实，是，所以他骗了那个小女孩说奶奶去马戏团就是走钢索了他编了一个好有趣的想象力的他编了一个理由，对，然后跟小女孩说，看到那个画面其实真的还蛮诗意的，对，这个用的音乐是这用音乐是拉伟的鹅妈妈，对，那他的音乐是古典音乐，对对，古典音乐，然后在这样子古典音乐的那种搭配之下，它其实那个整个画面看起来就是很漂亮，很漂亮，对，它很漂亮，然后它用了很多的偶跟人去呈现很多种不一样的一个景象，对对，那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刚刚有没有看到，就是有时候会出现一个你好像看过的童话的角色，对对，就想象当中他就是在地上画了一个，然后就是爱丽丝就掉进了那个洞里面，对，可是他马上就场景就变成他在水里游，对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很多想象力的串接，是是，我觉得对，那有些场景大家会觉得似曾相识，有些场景又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不是那么就是在印象中有知道，对，但是我觉得
很有趣的是说，虽然我们他们都拿了一些童话的元素，对，但是其实重新创造出来的是一个新的作品。对对，尤其是这些作品的呈现形式，真的，你们如果没有走进去剧场，你是很难感受现场感受到他去玩那个空间的那些巧思。对 对, 对, 对，然后旁边只是吹那个泡泡，你就觉得啊，他是在水里面的那种泡泡。对啊，所以我很难用讲的方式告诉大家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这样子有点可惜。是、所以就请大家一定要自己进剧场去感受一下那个现场。对 对, 对，那个是很难得的。所以其实今年还有很多跟童话有关。今年就是国内节目是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啊，他们也是非常擅长偶的一个剧团。对，他们今年的作品是《雪王子》。雪王子是对，雪王子就是改编自安徒生的冰雪女王，或者叫雪后，或者是说现在最近很有对很知名的那个《冰雪奇缘》。冰雪奇缘对，都是改编自同样的一个安徒生的一个童话故事。那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他们这次也是把这个作品改编来。那这个作品呢，其实它的发生场景是在那种北国冰雪的那种地方，其实是我们比较难能够想象到的一个些地方，非常具有异国风味。对，就是很有异国风味这样子。然后出现的那些动物啊，像是野狼、麋鹿啊，哈，那些可能都是在比较北国才比较看得到的一些动物。简单的来讲，就是一位那个就是女孩子为了去解救她的那个就是王子朋友。对，产生了一系列的一个冒险的故事。对，那无独有偶工作室剧团他们非常擅长的是偶的一个呈现。好，那他们今年做偶也非常非常的精致。我们其实在前几天的记者会有看到他们那个偶，就是自己的身体是可以这样变大变小的。你是说动物吗？动物，对，那个我看到的是狼。他狼身上的有一些花纹，本来以为是肋骨啊，但后来发现他们是有一些特别的设计机关，对，然后让那个身体看起来是可以变大变小，所以他在跑的时候的那个动作，它就不是只有四肢会跑，不是只有头会动，对，它就是整个身体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线条，所以在我觉得在观看上面是非常，我觉得非常舒服，而且非常棒的一个作品。国内的作品《雪王子》，对，这是国内作品。还有其他跟童话相关的主题吗？好像今年也会做那个，往年非常非常受到欢迎的，在进去剧场里面睡觉听故事那个作品。对, 对, 对，躺着听故事的那个作品。就是拇指小英雄今年还是就是再一次的应大家的要求，就是今年还是有演。那他其实也是改编自贝洛的一个童话故事。那曾经有听过就知道他其实就是比较像是糖果屋的架构。对，但是 不完全一样啦。对，比较像是糖果屋的架构，也是就是有一群那个兄弟姐妹兄弟们在黑森林里面的一个冒险跟一个探险的故事这样子。 对, 对，那它一样哦，就是说我们都觉得像这样子的一个童话故事，我们其实真的都听过，小时候也听过非常多次，也非常多人去做过改编。可是艺术家总是能够用一种很不一样的手法，去重新的不管是诠释或是解构这个作品。 对, 对，所以在今年的活动里面呢，如果就是观众朋友稍微注意一下，其实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惊喜。拇指小英雄这个演出节目会不会变成儿艺节的传统了？其实每年小朋友就会期待我可以进去剧场里面睡觉听个故事，然后他长大之后以后还有其他的小朋友可以进去剧场感受这件事。我们希望可以啦。我们其实还蛮希望说，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在想着说，他是不是有一年就没有那么多人想要来看这样。我想就好像也没有。睡前听故事是所有小朋友的期望。对，因为他的演出形式真的是非常的特别。那说真的，这个节目啊，其实对就是他的收入真的很少，因为我一场只有50个人，是，对，然后票价也不贵，安排床让小朋友睡，对对，然后整个要把那个屋子盖起来，然后我们有2组演员在演，因为演出时间实在太多场，一天可能演个2到3场，其实根本没有办法用1组演员去处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让更多的小朋友可以看到这个特别的作品。对，所以希望明年还是持续会安排拇指小英雄。拇指小英雄，对，因为他是一个爷爷，对，所以我们不太想让
就是年轻演员去装老的声音、对，我们希望是真的可以找到就是一个类似的那样的年纪的一个、演员，那可以请到柯以正导演真的是我们太幸运了真的柯以姐今年安排了一些跟生命教育比较相关的节目，我觉得这也蛮有意义的、用一种比较不是这么沉重，让小朋友第一次接触到死亡就很害怕的那样子的经验、这个作品呢是智利的来的团队啊，那节目名称叫做走在钢索上，对，那很有趣，我先讲一下那个内容哈，那个内容就是情节，对，情节就是很多，其实很多小朋友都会有同样的经验，就是你到暑假你都会到回到你的爷爷奶奶家、去过一个暑假这样，那这个故事是一样的，但是奶奶去世了、那爷爷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个小女孩、所以他今年回去，对，他今年回去之后就发现爷爷，对，就发现哎、所有东西都还在啊，哈，厨房什么东西都一样啊，可是为什么奶奶不见了，他就这样一直去找说哎、奇怪，那奶奶到底去了哪里这样、那但是因为爷爷他也没有办法去接受说奶奶已经去世的这个事实，是是，所以他骗了那个小女孩说、奶奶去马戏团就是走钢索了、他编了一个好有趣的想象力的、对，他编了一个理由，对、然后跟 小女孩说，但是这、但在这整出戏的过程中，最后他们还是、就是会知道这个小女孩会知道这个事实，那代表是其实爷爷也接受了奶奶去世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对，那当然这是这样子，就是他的情节大概是这样，可是他的表现手法上面我们觉得非常的我自己觉得非常棒，是他用偶，他是全程是用偶来演出这个小女孩跟爷爷，那他同时会把偶做成动画，偶的动画、所以你看起来像是虚实哦，就是有时候会是有时候场景、可能会是那个动就是动画是影像、但是有时候又是那个偶会进来出来，可是它的融接是非常的非常密切的、所以你很自然的，对，你也不会觉得说好了那个偶出现了这样子，它有时候融接会让你去觉得说哦，就是这样很自然的就融接过去，所以它在我觉得在艺术形式上面也非常的就是处理的非常非常的好、话语讲的其实比较多，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柯以正导演还有、对，还有卢以恩、一个童星，对，他们分别用声音来诠释这两个角色哦，所以爷爷的声音是柯以正导演的，那所以他们在剧中的对白就是柯以正导演跟那位童星、对，跟卢以恩、跟卢以恩小妹妹，所以他们就是必须要看过那个整个作品，然后到录音室去录音，那我们同时邀请了马丁尼老师来当配音、就是配音指导，对的指导这样子，然后声音呢已经拿回去智利做后制，因为他们还要把一些、就是背景的音效再放进去、好精致哦，对，所以我们其实不希望说语言这件事情会造成小朋友在理解上面的一个困难，对 对，所以我们不管是像刚刚提到公鸡哦哦那是没有语言的嘛，对，比较没有问题，对，可是像这样子有一些语言的状况的话，我们就会用各种方式去克服它，对，去克服。所以这一次的作品的方式呢，就是我们就先录好，对，两个就是角色的声音，对，然后到现场你就会听到就是中文，你会听到、对，就是中文是你可以听大部分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懂的一个语言，然后搭配的是智利这样子他们的一个偶跟那个影像的演出。柯以正导演他自己念完了看完了这个剧本，他有没有跟你们分享什么？他自己其实是还蛮感动的啦，然后他前一阵子其实声音状况不是很好，所以我们 对还是还蛮紧张的，可是他还是非常希望就是可以帮小朋友去做完这个作品这样、那我们也其实想了很多的人，因为他是一个爷爷、所以我们不太想让就是年轻演员去装老的声音、对，我们希望是真的可以找到就是一个类似的那样的年纪的一个、演员，那可以请到柯以正导演真的是我们太幸运了真的我们现在都很挫，想说这个人选非常好，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他真的愿意，对，可是他真的就是很快的就答应了这个
就这个部分，那让我们也非常的开心，就是说、嗯、我觉得其实这真的很重要，是，就是说是表演艺术就是这样，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嗯、当那样子的影像跟这样子的偶跟这样的议题已经这么完美溶解的时候，那声音这件事情就其实在这部分也会，这很重要，对，也会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嗯，就像刚刚丽婷说的，在那个剧中其实因为爷爷还没有接受死亡这件事情、嗯、所以他也很难跟小朋友说，其实在我们台湾人的社会也是这样嘛、嗯、其实是大人没有办法处理那个悲伤，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假设小朋友不懂，所以不用去处理他的情绪、嗯、可是其实他们是懂的、嗯、或者是他们在第一次面对这个议题的时候就已经是有大家都在哭那样子的情况，就是嗯，也许用这样的方式让他们轻柔的开始接受这件事是好的方式、嗯、对，因为像我们策展人之前的经验，就是我们之前去年，其实我们前几年也有一个处理生死的议题的一个作品、嗯、叫再见麦芬先生，那、嗯、我们都发现其实在现场哭的都是爸妈，对对，就是也因为大人比我们的生活经验比较多，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情节我们会串联到我们过去哈的亲人去死亡的一个经验或过程，那当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比较悲伤的感觉、嗯、可是对小朋友来讲他其实没有那样子的经验、嗯、所以他甚至可能不太清楚说哦所谓死亡是怎么的一回事、嗯、但是我觉得藉由这样子的比较是表演艺术的过程，然后我们不是用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悲伤然后都是一个、嗯、很满的一个情绪来处理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其实对小朋友来讲他也可以慢慢的开始开始去接触到这样子的议题、嗯、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对，并且理解它， 对， 對， 對，然后开始就是之后他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或许也不会那么的就是受到惊吓、嗯、对，那我觉得小朋友真的他的接受的程度比我们想象中要高非常的多，对对 对， 對，所以不用太担心说啊这个议题感觉好像这样子他会很难过啊很怎么样、嗯、但是我们的想象是想象啦，那小朋友在进剧场之后他其实可能获得的东西是我们完全想象不到的。 嗯， 嗯，对，好，其实今天介绍这些作品啊我自己个人觉得我最想看公鸡 OOO， 是那种开心的进去开心的出来的作品。对对对，丽婷有最喜欢的吗？我是很想看那个走在钢索上、对，因为 我有看过，其实我看到那个影像的部分、嗯嗯嗯、我心里想 我自己其实对他的那个艺术呈现的方式非常的有非常好奇。 对， 對， 嗯， 嗯，好，但是公鸡 OOO 还有票对不对？有，走在钢索上也有一点点。对，大家要赶快，因为其实我为什么会特别提这件事情是儿艺节的作品说实话在每年的夏天都非常的抢手、嗯、对，那爸爸妈妈我知道常常有爸爸妈妈是费尽了心思在第一时刻要去抢票但不一定抢得到。对对对对 对， 對，那今年、嗯、当然那个公鸡 OOO 他还有他就是座位比较多所以目前还有少量票、嗯、然后那个刚提到走在钢索上、可能也还剩下一点点。其实每年的儿童艺术节在夏天的时候我都会非常期待，很多爸妈、嗯、小朋友都很期待儿童艺术节今年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作品。對，嗯，非常欢迎大家走进剧场去感受这些很棒很棒，丽婷他们团队帮我们带回来的作品。今天谢谢丽婷，谢谢。